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8:37，石卓资讯站。第一条先走英之步道，其实那边还蛮好看的，茶园。从这边木栈道下去，好香啊！今天要给阿珍姐机会。太阳，这叫做维他命 D 我已经吸收够多了，對，是吗？你没有看我这么黑，你你是黑条队，你是黑条队吧？啊，我们在这边看那个105公尺的步道，就是春天的话应该是很漂亮，就是樱花。从石卓服务站往左边，就是会到这个奋起湖的方向。这边有个岔路，往右边。那个主办的，这边有很多。那个主办的笑笑，这个不是这样的指标。这里。收到他们的声音啊！这边没关系。往右边步行大概15分钟。我们走上来200公尺吧，有个右边有个民宅，正前方是一个民宿竹园，这边的风景还蛮漂亮的。本机啊，本机是国语，本机是国语，笨蛋，我就听得懂，笨蛋啊，笨蛋。向哥，你没有把那个 Pick Viewer 打开来？问一下你们，他每天有夏日而已的啊，对，夏日而已的夏日。今麦要讲起来嘛，有一点仔困难诶。你等去招招人，拢讲成讲台语吗？都无。讲伊较济，恁家其实嘛未少人讲。我感觉讲英语讲伊较紧。我今麦要升级比赛，就是讲咱全程拢爱讲台语，未使讲国语，讲国语的人呢输，上输的啦，请饮料，中岛的饮料要回请。是定啊，是定啊，哇，快点加酒瓶。你俩都不让我讲话了。哦，水呢？我睡也睡睡睡，对，对对呀，地乡啦，即摆讲生树啊，顶个是地乡啦，睡睡睡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你阿公大意也对啊，掉掉，掉掉掉掉，丢丢拢袂袂唔丢去，你要讲丢丢唔是唔是，好好好，醉啦醉啦醉啦。然后嘞，看下没有？看我咪呀的啦！你讲就无讲，你讲我讲看下边啊！吓，我吓，不是啦，下边啊！看我的，我看边啊啦！我看是要好看个边啊！
好啦，我们到了云之步道的登山口了。等一下、喔，我们现在在刚刚这里，哎、欸，有点远哎、欸，各位。不会啦 ，OK 哦、喔。脚程要、欸，所以他这样是又可以绕道雾。他帮明星打，比如说他这他，你知道服务员爱跟着他老婆他在那边。好陡，这个阶梯，上前阶梯。我们到了出口，刚刚是从南口进来，现在。我刚刚有大概量一下，从云之南道入口开始，到现在整个总步道阶梯，完全阶梯大概是800公尺。还是去哪里？我们要去茶之道。哇，好壮丽的一片茶园，超漂亮的，密密麻麻的，完全这个走道是非常的精心的设计的接缝。有，你们就是有啊，我们有停下来拍啊，采茶姑娘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五鹤有啊，五鹤台地那个地方，你们都一直在冲。长长的下坡，地上都是这个枯掉的竹叶。我开始有阶梯了。
点小小的跑步，可以看到，好舒服，好凉哦，真的很适合和家一起来健行。我们出来了，这里是叉之道。对哦，往左是石桌，右是鼎湖，三点一叉之道步道。我们好，我们先要走去茶之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对，就要走马路，对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霞之道是来回的，哦，我看不要走了，哦，我看不要走了，对。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叫车子 来医院载我们？好，医院圣马尔定医院，阿里山医疗站，好，知道了。我们刚刚走完新区道的上半部，然后接下来走水泥路，水泥路接下来走物资道的第二段。才到你的停车场。好，我们今天只能收集四个步道。咖啡树在哪里？那个一个一个那个咖啡树。啊，这是咖啡园哦。对啊。我还以为是那种比较好特别，怎么矮？是果实长在上面，就是没看到咖啡果。好，我们要慢慢走下去，有点陡哦。哇，跑步，走。加油！哦，这个旁边这个下面那个青苔其实是蛮滑的，走了就是会滑倒，小心。哇，映入眼帘又是绿油油的，今天是护眼行程吧？哎，听说这边应该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这里拍照很漂亮，这边黄昏听说很美，很爽，对，真的。干嘛去一三一四，在这里说？我们要往下走，我们的保姆车在派出所等我们。往左。对，等等，我们可以坐這。对啊，对啊，阿娟姐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跟我们两个一起骑的话，他保证下来骑。他是因为前面那几个完全都没有停，所以他咬着牙，对不对？也要上啊。开玩笑，他现在说怎么没有人牵车？那是面子问题耶！你心里有没有想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下来呢？你们到底要盯到什么时候？没有牵，我们就不能牵。他是变态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迷路了吧？在往前走。Hoping your heart is free, heart is free.
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. Just take me by surprise.